也许当初不该用情，如今不会再有痴情。喂，男人老狗，喊咩喊啊？办公室地方，你当卡拉 OK 啊？做错都咁难听。十二妹啊，依家唔系食晏时间咩？你讲多次。我讲紧嘅系办公室呢个地方，唔系食唔食饭呢个时间啊 ，understand？呢啲女人成日都系咁嘅，成日都偷换概念，都唔讲道理嘅。Shut up！ 你咁样啊，出面啲人听到，仲以为我虾你啊，仲要不负责任嗰啲啊。咁都系我蚀底俾你啫，你惊咩啫？我咁有品味嘅女人，我睇得上你？你讲嘢真系同我老婆一样啊！你有冇听过一种叫做婚后后悔综合症嘅病？嗱，佢系咪全职太太？系啊。佢系咪一得闲就煲剧？系啊。结完婚之后嘅女人一旦煲剧，佢就不自觉将屋企嗰件同埋电视剧入边嘅男主角对比，只要一对比，净系块面，人哋就系豪华样板房，而你就系毛坯房。电视机入面嘅男人，只要一开声就是浪漫嘅诗句，轻轻的我来了，就如你轻轻的走，而你就是晴天雨天暴雨天，想你想到发晒癫，红茶绿茶菊花茶，爱你爱到蒙查查，我觉得更有几贴地啊！大佬啊，女人要贴地嘅咩？秋香讲过，女人要上天噶嘛。我几时讲过？十二蚊，你呢句话真系好有道理啊！系女强人中嘅 XO， 你讲定啊？我呢支咁极品嘅 XO， 冇啲胆嘅男人都唔敢饮。三哥系咪？不过你想饮都冇机会，因为我名花有主啦。十二妹姐，婚后后悔综合症，佢仲有啲咩特征啊？我想知道。你老婆仲爱唔爱我啊？你回答我，你老婆结婚前同结婚后有咩区别啊？你知唔知道老婆同熊嘅区别啊？啤啤熊嘅熊系熊出没嘅熊。出了没啊？出到地面啊？翻咗工未啊？交咗工了未啊？嚟嚟嚟嚟嚟嚟！嗰啲就系老婆啦。哇哇！哦，变身系嘛？都是婚后综合症的一种，但是弊在他有时候是变质，这么大镬，好好笑啊，老公好好笑啊，但是婚后哦，有什么事好笑啊？洗碗啊？滚，没错，只是听把声，你真的跟我老婆一模一样的。我计过，你老婆她有去健身啊！佢真系有去健身啊！你知唔知而家健身房嗰啲型男咧，嗰啲健身教练咧，个个都六嚿腹肌噶，而我就一嚿。咁我未知要去健下身 ，keep 翻住啲咁啊！咁又唔使，依番都嘥药费啊！我意思话你边有咁多时间啫？公司需要你啊嘛，你公司栋梁嚟噶嘛。咁又系搵钱重要啲嘅。唉，其实换个角度谂，爱情究竟系乜嘢咧？爱情，爱情就系、是、佢对我嚟讲已经系考古题啦。爱情就系今日你想同佢瞓埋一齐，听日你仲想同佢瞓埋一齐。婚姻就是今日你同佢瞓埋一齐，听日你仲要同佢瞓埋一齐，孺子可教也。你的意思即系话婚姻就是一场夫妻唔好腾，有得食就食，有得分就分，系咪？你都可以咁理解嘅。咦，系啦，你对呢啲婚姻爱情咁有研究，咁精通。点解你依家仲系未结婚嘅？同你好熟啊！啲方案同我做晒佢，通宵做埋佢啊！啲女人
咁嘅，话反面就反面嘅。我真系细估唔到，原来十二妹可以咁多嘢讲嘅喎。个剧本边个写嘅？哇！个剧本系我即系对照住我嘅日常，相反嘅一面去写嘅。佢度话唔系喎。Get out！冇得留低。我俾咗好多 like 你噶。你约我话俾你听啊。点啊？你而家咧就算抵赖到过去都冇用噶。系咩？哥，你望一望我哋个墙，从来未试过有咁多嘅摄像机噶。哦，系咩？全部开晒，所以每一个角度都影到你，话俾你听。所以我就觉得啱先系好陌生啊！话，哎呀，平时十二妹冇可能系咁嘅样啊。